你瞎呀？这么多年还这个出呢？阿雷阿斌，你怎么还送上外卖了？哎呀，这之前呢公司出来的问题，生活嘛，你打小你就好装逼，给你当司机了。这就让你看出来了，咱们几年没见了？五年了。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你请我呀？啊，行吧。你这行吗？没事，看我的啊。我跟我朋友吃午饭去，能行吗？啊，行行行行。对了，完了，开不了门，坐后边。好，好，走走吧，老板啊。哎呀，你平常都上这么高档地方吃饭呢？平时不怎么来。这不赶上你请客吗？不得宰你一回吗？怎么舍得花钱呢？做啥呢？吃就完了。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总被欺负，谁帮你出的头？是我。说那个，我小时候不帮你写作业，指不定你挨你爸多少揍呢。你现在行了啊，给人当司机还找个这么漂亮媳妇。那咱们开吃吧。哎，你们先吃，我上个卫生间。哎，这没吃就来尿了，尿急。哎，媳妇儿，一会儿给我转两千块钱过来呗。喂，老板。赵经理，我这三个八吃饭。啥大门？好的，老板。哎呀，一会儿回去再跟你解释，现在转啊。啊，好嘞。一会儿等你啊。等什么等啊？阿强，你就嘴急。吃，就这个。啊，爽！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您好，您一共消费2100。扫码吧。先生，本店今天有活动，只要能在5秒钟内说出对方生日，就能享受1折优惠。真是爽！